哎，午安。弥撒开始之前，有一些温馨提示，请大家留意。教友如有任何不实，请勿回到教堂。谢谢教友们在圣堂范围内戴上口罩，也请大家将你们的手机调为静音或关机状态，请轻放轻收柜凳，也请在领圣体时听从服务人员的指示，请将你们的奉献信箱放入出入口的奉献箱内。请起立。大家好，今天是创年期第31主日，让我们在这些台弥撒中特别的为世界的和平祈祷，为战争能早日结束献上我们的祈祷，为患病的兄弟姐妹们祈祷，求主怜悯治愈他们，使他们早日康复，也让我们为求恩的王若瑟称玛利亚祈祷，为蒋林谢恩祈祷，为王泽黄玉慈也玉清介绍我们的祈祷，为我们自己心中的一项诚恳的下贴符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光荣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性命同在。各位兄弟姊妹，现在我们大家仍在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获享永生。
大家祈祷，全能仁慈的天主，由于你的恩宠，你的心中才能恰当地赞美你、侍奉你，请你帮助我们安稳地迈向你的恩许。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圣子为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攻读智慧篇。上主，整个世界在你跟前，有如天秤上的一粒沙尘，落在地面上的一滴朝露。但是你怜悯众生，因为你是无所不能的。你假装看不见人的罪，是为叫罪人悔改。的确，你爱惜一切所有，不恼恨你所造的。如果你憎恨什么，你必不会造它。如果你不愿意，什么东西能够存在？如果你不吩咐，什么东西能够保全？爱护众生的主宰，只有你爱惜万物，因为万物都是你的。
你那不死不灭的气息在万物之内，因此你逐步惩罚堕落的人，要他们想起所犯的罪恶，借以警告他们离弃恶事而相信你，善主，善主的话。感谢天主。我的天主，我的君王，我要世世代代颂扬你，永远歌颂你的名。我的天主，我的君王，我要世世代代颂扬你，永远歌颂你的名。我的天主，我的君王，我要世世代代颂扬你，永远歌颂你的名。善主，我要每日赞美你，不断颂扬你的名。善主慈悲为怀，宽宏大方，他常缓于发怒，仁爱无量。善主对待万有温和善良，对他的受造物仁爱慈祥。我的天主，我的君王，我要世世代代颂扬你，永远歌颂你的名。善主，愿你的一切受造物称谢你。善主，愿你的一切圣徒赞美你，宣传你王国的光荣，讲述你的威力大能。我的天主，我的君王，我要世世代代颂扬你，永远歌颂你的名。善主对自己的一切诺言信实不欺，善主对自己的一切受造物圣善无比，凡跌倒的善主必要扶持，凡被压抑的善主并使他们站起来。我的天主，我的君王，我要世世代代颂扬你，永远歌颂你的名。恭读圣保禄中途至德萨洛尼人后书。弟兄姊妹们，我们常为你们祈祷，求我们的天主使你们相称于他的召教，求他以德能成全你们各种乐意向善的心及信德的行为，好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在你们内受光荣，你们也在他内。赖我们的天主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受光荣。弟兄们，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和我们聚集到他面前的事，我们请求你们不要因着什么神恩或什么言论或什么似乎出于我们的书信，好像说主的日子迫近了，就迅速失去理智，惊慌失措，善主的话。福音前欢呼，请起立。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获得永生。阿肋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性命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进入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扎凯，他约4岁，
是个富有的人，他想要看看耶稣是什么人，但由于人多不能看见，因为他身材短小，于是他往前奔跑，攀上了一棵野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稣就又从那里经过。耶稣来到那地方，抬头一看，对他说：扎开，你快下来，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扎开便赶快下来，喜悦地接待耶稣。众人见了，都窃窃私语说：耶稣竟然到有罪的人那里投宿。扎开站起来对主说：主，你看，我把我财物的一半施舍给穷人，我如果欺骗过谁，我就以失败赔偿。耶稣对他说：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巴拉之子，因为人子来是为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在今天的福音里边，我们看到是这样的画面，一个被经师法利赛人，被大师的宗教领袖，所看不起的，所躲避的税吏，扎开，与耶稣的相遇，得到了改变，得到了耶稣的救恩，这么一个圣经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一种启发呢？我们又在今天这一篇福音里边，要吸收到一些什么样的精神呢？所以我们看这个扎开，这个福音不算太长，我们能看到这个被经师法利认为是罪人，认为是不洁的人，认为是罪人的税吏扎开，他的改变，他是如何改变的呢？他是如何得到了主的救恩呢？所以从福音的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就能明白，扎开在看到耶稣之前，他就早就听说过关于耶稣这个人的事情，哇，什么复活死人啦，到处宣讲啦，治病驱魔了，扎开听过，他听过，听了就完了吗？扎开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行动家，他是一个有行动的人，而不是光是想一想，我听到了，哎呀，我想了想，在自己脑海里边，凭自己脑海里边想起，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不是，他是行动家。我不仅仅要我听到了，我还要亲自的去看一下耶稣，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人。他是一个行动，他是一个行动家，行动主义者。正因为他的这个行动，他想。所以他开始改变，他心里边这样想，也这样行动了。所以虽然他个子长得很矮小、很短小，但是不妨碍他要寻找耶稣，要看看耶稣到底，要认识他到底什么样的人。我个子矮，我就爬到树上去，没有任何周围阻碍不住他，阻拦不住他。走向耶稣的这个心，这个就是他改变的这个点。他想要了解一下，他想要看看耶稣是谁，
他想，他也只要做了，所以就开始看到什么了？看到耶稣从下边经过的时候，直接就向他发出了邀请。耶稣邀请扎凯，扎凯，你下来。耶稣发出了邀请，而且是我今天必须住在你的家里边。所以水利在大师的社会环境背景中，是被经师法利赛人长老宗教领袖们是看不起的人，绝对会远离他们，不和他们吃饭说话，根本不会和他们说话，也不会和他们一起吃饭，是把他们作为认为是一个罪人有罪的人，不解的人，是排斥他们的。你想一想，被一个社会，被一个团体所排斥，这样的人的心里是什么感受呢？很孤独，也很痛苦比自己宗教所抛弃、排斥、排斥、抛弃是很痛苦的、很孤独的。但是耶稣基督邀请他下来，而且还有住在他的家里边，说明什么？说明耶稣基督把扎凯当成是他的朋友，只有朋友会才会住在朋友的家里边，只有朋友才会接待朋友。所以首先耶稣邀请扎凯，第二是耶稣把扎凯作为朋友去对待，所以才能看到下边众人都这都在私下的窃窃私议啊，哇，他是个名人啊，耶稣他是个有头有面有是一个名人啊，他怎么能和罪人和水利在一起呢？还和他们一起吃喝，还有住在他们家里边呢？所以耶稣的行为、耶稣的行动打破，使他们大跌眼镜，是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们大跌眼镜，所以才能看到耶稣的爱、耶稣的救恩是针对所有人类的，不仅仅是只针对犹太人的，是针对所有的人所以才是耶稣来是在寻找迷失的人。所以扎凯他是有福的，那今天救恩领到了这个家，领到了这个家他的改变是与主相遇，与主相遇，这种相遇是心与心的交流，心与心的相融，得到了改变。与耶稣相遇的人多着了，福音里面讲的很多，因为有很多人，所以扎凯挤不进去。很多人，也就是说，很多人都看到了耶稣，很多人都在后边跟着他，围绕着他。很多人只是看见了耶稣，他们的心没有打开，没有真正的打开，于有那种渴望，想要看一看耶稣想要了解认识耶稣你到底是谁，没有这种心只是看看热闹很多人跟着只是看一下热闹，看一下，很多人看到了耶稣，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改变。但是扎凯他是被认为是罪人公认的罪人，但是他看到耶稣了，也耐心发生改变所以他喜悦地接待了耶稣，因为他感受到不再孤独，不再被排斥，不再被排斥不再被看不起。这个叫耶稣的人把我当成朋友，把我当成朋友，所以他是很开心很喜悦的。再看扎凯，他是个行动家，他用什么来证明他有一个很大确信的改变呢？他马上站起来宣布告诉众人我要将我
所有的一切的一半都施舍给群人，施舍给群人。如果我曾经欺骗过谁，我以失败来赔偿，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改变，这就是天主救恩的领在。改变的是他的心，改变的是他的心，完完全全的改变。所以这个家庭炸开，得到了主的救恩，啊，得到了主的救恩。这个家庭也因着他的改变，也得到了接受了天主的救恩。所以在座的兄弟姐妹们，啊，我们现在在座的有100-200人了，我们也来到了今天，也来到了圣堂里边来参与弥撒，我们都来了，都在这边听，也在这边看。我们在听什么？我们在看什么？我们来到圣堂里边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呢？所以就要问我们自己，我今天来到圣堂里边，我要得到一些什么吗？要得到天主的爱吗？要得到天主的恩宠恩典吗？我要不要打开我的心扉，啊，真正地把主迎接到我的心中，把主带回我的家里边去呢？有没有这样的渴望？有没有这样的渴望？如果也是没有，啊，我只是参加一下弥撒，我来只是一下满缺啊，生交四归，啊，就完了。那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就像福音里边很多人都围绕着耶稣去观看他，没有任何改变，只有扎开他想，我想看看他是谁，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姐妹，我想，啊，我想要接受耶稣基督，接受他的爱，接受他的恩宠，我想接受他的改变。如果我们想，就要打开心扉，打开心扉，不要怕，啊，不要怕，打开我的心，来到天主台前，天主知道我们的一切，啊，我就这样的打开我的心扉，让主进到我的心中，来引导我，改变我，给我力量，啊，给我力量。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不要做一位啊旁观者，或者是一个围观者，我们要做一个参与者。我既然来了，啊，我就通过这个弥撒圣祭，通过聆听主的福音，我就要得到一些对我有益的恩宠恩典，啊，对我的一些改变。我们听明白了吗？听到心里边了吗？我们要不要去改变呢？耶稣邀请我们了，耶稣邀请我们下来，我也是，你们来来来，我们也来了，啊，我们也来到这里了。所以我们要作为一个参与者，啊，要参与者，邀请耶稣到我们的心中，啊，到我们的心中，通过读福音来认识耶稣基督他是谁，通过领圣体来迎接耶稣到我们心中，给我们带来他内在的平安，内在的喜乐，我们愿意吗？啊，所以在弥撒中，让我们啊虔诚热心的祈祷。我希望参与弥撒的每一位兄弟姐妹们都能去领耶稣的圣体，啊，有一些教友会说，哎呀，圣父，我好长时间我没有办告解，我感觉到我是罪人。不要怕，不要担心，你现在就在自己的心中发痛悔，啊，发痛悔，主，啊，请你宽恕原谅我，啊，在所做的啊，事业行为上各方面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天主，请你宽恕我，原谅我，我想改变，啊，通过迎接你到我心中，请你改变我，我想改变。所以你们放心的来领圣体，放心的来领圣体，啊，耶稣要的是我们一颗心，啊，一个忏悔痛悔改变的心，啊，所以我希望一会儿大家的情况下都能在内心里边发痛快，都能来领耶稣的圣体，啊，领耶稣的圣体打开我们的心怀，
啊，迎接耶稣到我们的心中，把耶稣带回家里边，叫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生活中、工作中去实践出来。请起立。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有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接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班爵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地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无疆。我信圣神，他是己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宠，同享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喜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亲爱的兄弟姊妹，天主爱惜万有，让我们依靠他的照顾和怜悯，向他祈求所需要的各种恩惠。请为普世教会祈祷，祈求圣神带领并光照教会，重视穷人、孤儿和寡妇，即为一切不公义的事情争取权利，更以行动传扬天主的美善。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赐平安。请为世界和平和所有天灾人祸祈祷，求慈悲的天主恩赐众人拥有一颗和平、行善和爱德的心，关心社会所需，实践爱主、爱人、爱地球家园的精神。我们同声祈祷。请为所有基督徒祈祷，祈求他们全心全意恭敬天主，持守信仰，以言以行传播福音，见证天主的慈爱。我们同声祈祷。请为病患者祈祷，求主赐予他们有信心及勇气去接受及面对一切，并坚信上主的慈爱，使在病苦中仍怀有希望及平安。我们同声祈祷。现在就让我们静默片刻，为自己心中的意愿向天父祈求。求主按照他的圣意抚允我们的祈求，我们同声祈祷。那仁慈的天主父，你的圣旨使水利扎开，得少所愿，请你也俯听你子民的渴求，给予我们所需要的恩宠。因主耶稣基督子民，请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心中孤寂
起立。各位兄弟姊妹，请大家祈祷。我全能的天主圣父，成了我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仁慈的上主，但愿我们向你称上的献礼成为圣洁的祭品，借以获得你丰富的恩赐。因主耶稣基督之名，请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我们知道你为了救助卑微的人类，甘愿屈从救白，你的圣子摄取了可朽的人性，给我们带来了救恩。如此借我们的主基督，使我们短暂的人生变为不朽的永生。因此天上的天使借着基督朝拜你，永远在你面前欢欣踊跃。请你恩宠我们，也和他们同声赞颂，不停地欢呼。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本周的第一天，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你高举他，使他坐在你的右边，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赏花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生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完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生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可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身体圣血，并因生生合而为一。上主，请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黄继哥、我们的主教多默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的中日趋完善。请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请你垂念我们的主协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圣容的光辉。请你传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圣母的钦派、圣若瑟、主圣冲突，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的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尊敬和荣耀皆是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列和圣圣都归你，直到永远。我们集中从救主的宣誓，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唱。请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请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切曾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主基督，你曾对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请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神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在主的爱内呼着平安，祝大家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灭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等不起你到我心里来。领圣体时，请大家遵守以下的次序。准备领圣体的教友，请走到黄色标记三的位置，面向祭台，揭开口罩，领受圣体。教友也需要常常保持社交距离。为预备领圣体的教友或未领洗的教友，请不需离开座位。
请起立，请大家祈祷。上主，请你在我们身上施展你的大能，使我们借天上圣事的滋养，活得准备以承受你的恩许。因主耶稣基督之名，请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现在我们一起诵读圣米勒尔总领天使祈祷文和本月的金句。圣米勒尔总领天使，请在抗争的日子里保护我们，使我们免于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我们谦卑地祈求，但愿上主谴责他，上天万军的统帅，求你因上主的威能，把徘徊人间、引诱人灵、使其伤亡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到地狱里去。阿们。
本乐京剧，请向上主歌唱，赞美他的圣名，一日复一日地宣扬他的救恩。圣咏第96章第二节，大家请坐。现在有一些堂区的报告，下个主日收取堂区基金奉献做堂区维修之用，请大家慷慨支持。另外，以下是11月特别的弥撒盛事庆日。11月是列宁月，这个主日开始接受为列宁奉献弥撒。11月的1日祝圣节，早晚均有弥撒庆祝。11月2日追思亡者，当日3台弥撒，分别是早上的9:10粤语弥撒，紧接其后有一台国语弥撒，第3台弥撒是在晚上的8点举行。参与当日各台弥撒的教友，可以在圣堂门口领取一个电子蜡烛，放在祭台前。这次的布置主题安排是天国的阶梯。11月4日，也就是首周五，特敬耶稣圣心，早晚弥撒及明供圣体，请教友安排时间积极参与。哥伦布骑士会本堂属会为生命玫瑰筹款，日期是11月5日至13日，捐献信封请向骑士会员索取。2022年圣诞节图画填色比赛已正式开始，请鼓励儿童及青少年参加，截止日期是11月20号，详情请参阅宣传海报。下主日，也就是11月6日，是冬令时间的开始，请大家留意。欢迎新来 CMCC 参与弥撒的弟兄姊妹，请你们弥撒后到咨询处，迎新组的议员工作人员会为你们介绍堂区。最后，为在弥撒进行中能保持更好的秩序，现在请教友注意以下几项事情。一，教堂2楼不开放给12岁以下的孩子使用。另外，请家长提前把3岁以上的儿童带到教堂内前3排位置上，交给儿童主日圣经分享班的老师们照顾。另外，领圣体时，如孩子需要降服，请家长带他们一起坐在中间的区域，以便有秩序地出来接受神父的降服。另外，参与弥撒迟到的教友，请你们在门口等候，由服务员在适当的时间下带领入座。最后，婴儿房的孩子在弥撒中不需要离开座位，弥撒后家长可自行找神父给孩子们降服。以上的几点事项，请教友积极配合及接受我们服务人员的工作。以上的讯息详情及堂区其他的讯息，请大家参阅堂区网站及网站内的堂区通讯。报告完毕，请起立。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加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你们回去传播福音吧。感谢天主。